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藉着主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，叫我们可以因相信耶稣得着从上而来的生命，经验你的爱。求你在现今的政治和经济困难中，叫人可以因信耶稣领受圣灵，得着力量面对当下的挑战，有力量克服工作、家庭和生活的难处，叫更多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着丰盛的生命，又明白你是几咁爱这个世界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